我觉得我们可以雇10个人了。对啊，昨天我就想着，吹牛别忙嘛，大哥。让你看看什么叫真兄弟。哎呦！哎，我有2号、3号巡演，推了，推了，推了。大哥说话了，来来来。我发现打过去没人接。然后说：“你见过红色的感叹号吗？”哎呀，我哎呀，秒接，喂。哎，你看咱这觉悟，哎，咱这觉悟，哎，小周，你方便接电话吧？我在那个老王演唱会呢，你说没事？没有，不演了也没事。给你安排个事儿，带着乐队全过来帮忙装玫瑰花。啊？大哥，你认真的吗？认真的，没事吧？有事也得推了啊。给点面子。哦，行。那好，我问他们一下啊，我跟他们去。不用问，就你们自己买机票过来，自己把酒店订好，听到没？你们这个也太，不是你这也太狗了吧？真的，看是不是兄弟，看还债就帮忙还债，就看这一步了。道德绑架是不是？就绑架一次，这辈子就这一次。那好，真的，你们看好五一期间那个机票、酒店还挺贵的，你们自己看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酒店也不管，酒店也不管，或者你们过来住我们那多功能厅也行。有地铺，有地铺。好，大哥，好，拜拜。哎，兄弟啊，真兄弟。哎，果然办事儿还是得这样。看一接电话就说董事长啥事儿。